刘胜利呢？他要带小鱼画的东西回老家。啊！老子今天不用伸假手了。你娘的！等完事再找那段长。 大伙可都听好了，咱这些佣工就是虚张声势，差不多就行了啊！营长，那鬼子出来咋办？打不打？放心吧，这大半夜的，小鬼子说啥也不敢出来。OK，啊，兄弟，好。 报告司令，城南发现抗联进攻，抗联攻城。是，可能是抗联的主力从孟浩、吉祥，还有几个连队在城上调动。还敢打？天亮之前，固下赵州城。拿下赵州城。同志们，冲啊！都顶好了，你们坚守各自的位置，在我没有到达之前。 谁也不许出城。如果有人违令，炸！嘿，拿下赵州城！再来一个！哎呦，差不多了，准备撤。营长，哎，正起劲呢，别撤呀！就是，少他娘的废话，执行命令，好。 抗联主力攻城现在已经被我们击退。抗联主力？赵州城处于满洲腹地，怎么会有抗联主力？不到天亮，不得开城门。嘿。 抗战已经进入决胜阶段，日本侵略者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迎接抗战的全面胜利，从现在起，抗联将全奉命武力收复赵州城。 把他的货撕掉！等一等，江雪原独立营难道不是虚张声势？千嫂，哎，出城搜索，找到江雪原独立营攻击的位置。哎，哟。
报司令官，发现有个铁桶，里面有鞭炮。香雪园独立营也只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江湖杂耍罢了。王家人，刚才俺们哥几个在那个七里坡打野兔，看见小鬼子收拾，还好我们记性熟，专临着把鬼子甩了。干啥去？我要回黑风岭。进出黑风岭的道路都要鬼子封了，你干啥去？你自己看看。鬼子在山口都安营扎寨了，那是要做好长期围困黑风岭的准备。别说你进得去进不去，就算你进得去了，怎么出来？啊！这帮瘪犊子！你说，你回去干啥去？我要拿回我的长枪。杀乌米狼！此刻抓到没有？属下失职，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刺客射击的位置，还有弹壳。那个刺客逃得很及时，离我们现场抓获只差了一步。高年华是地下行刺，而且行刺的还是我这个赵州司令官，这是公然的挑衅呢。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刺客。我当着全赵州人的面砍下他的头，挖出他的心。嗨，郭司令，我们现在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人手不够啊。不如把黑风里的人马调回一半，回防赵州。不，全部调回。全部？对，既然江雪原在赵州城，那些土匪
我们就不要再理会他了。还有，小道君，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赵州城。江雪月，一定要死。袭击皇军，我们刚刚接到电话，袭击者被我们堵在了街上，我们的死伤情况暂时不详。我命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严密排查，凡是行迹可疑者一律拘捕。司令，这次突发事件跟你昨天遇刺不无关联啊。若曦，把刚刚从黑风岭撤下来的部队停止休整，全面出动！我要把这股势力消灭在赵州城内。不配合检查者，上！不听命令，随便量产者，上！嘿！
肖道君，虽然你今天没有抓到他，但是你跟他遭遇了。昨天我遭到了袭击，今天他们就在昭州街道上出现了。说明了什么？在昭州街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这个阴魂不散的老对手干的。他这是在帮我，他这是在帮我。司令。 如果这一次再让他逃跑了，那我们就真的难以上上交代了。不，肖道君，他这是在帮我，是在制造一个把他们这个团体消灭的一个机会。嗯，您是说，金碧城稳住重兵？肖道君，你很聪明，昭州城。 全城戒严，我们要把昭州城分割开来，逐步排查。他们不是有一个伤员吗？那么我们就在伤病员当中认真的清查。如果他们不跳出来，我就困死他们。他们要是跳出来，我就让他们。 那个神秘的反访人吧，走吧。 什么人？现在还轮不着你问我们。我问你，这小鬼子为啥要抓你？他们是鬼子？你上修理铺干啥去了？没干啥。我看你腿快，还是我斧子快？ 三更的引兵杀掉，混蛋！
一句废物。
嘿，拿那个，此类危险，走。司令，您这一招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跟独立营的对垒中，我们这次终于掌握了主动权，把他带下去。嘿，走走。司令，
四海之舟是国际要犯，您能从独立营手里抢回，将军从此会对您刮目相看，说不定将军又要重提您调回总部升官任职一事了。将军机关算尽，他没有想到我会在他埋伏的地方伏击他。我想江雪原马上就会落入我们的手掌。天快亮了，回到赵州我们就安全了。不，所有人员和车辆一刻也不停，立刻前往新京，我要亲自把四海之舟送到目的地。司令官妙算无疑啊，他江雪原的独立营现在估计正凭借那几辆马车拼命地赶往赵州拦截我们，谁都没有会想到我们却和他背道而驰，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就算插上翅膀也追不上我们了。江雪原这个我最大的死敌，不能给他一丝的机会，要不然他就会咬住你不放。你把人弄赵州去了，这方向不对。少废话，让你咋走就咋走。不是你这是去新京的路啊，大兄弟啊，听你讲的没错。鬼谷老瘪犊子现在肯定奔新京邀功请赏去了，咱走这条路正好把他截住。我说的对吧，营长？哎，我明白了。走，走，驾，驾，后面跟上。我们和江雪原这个魔鬼打交道这么多年，除了两年前的牦牛后一家，这一次算是确凿无疑的战胜他了，而且是他输得最不光彩的一次。支那人有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江雪原不过是只小小的螳螂，我才是逮住他的黄雀。怎么了？怎么回事？给我还击！给我开枪！温泉 mountain， 还有温泉的 mountain， yeah， hurry up。 司令官阁下，昨天城外的关卡都没有拦截到独立营的消息，您说难道他们长翅膀飞了？独立营很狡猾，区区几个关卡怎么会拦得住他们呢？你放心，全嫂，这条路上遍布了我们的密探，
只要他们一露头，我们就会盯住他们。这么长的路，他们不会一点马脚都不露的。喂，怎么嘞？我有个伙计，我想问问他，叫他帮帮忙。行，全体下车。喂，少侠受到袭击，死了九个人。消息，他们来了。命令受到袭击哨卡的前方风口子关卡拦截，所有车辆严禁通行。另外，把附近所有的部队都调集到那里，控制所有的车辆严禁通行。一定要把江雪原的独立营消灭在那里。命令部队增援风口子。嗨。在路过你这儿，我寻思这一年多了没见面，过来看看你，回家休假拍死了。那咋的？那不让我们进屋喝点水啊？啊，那好好，大家进屋，进屋。好。
慢点，这么多呢，都给你啊！我说，老婆，你这咋混了这是？啊，去年不是赢一大把吗？我听说又买房又置地又娶老婆的，那咋的？闹了半天啊，是吹牛，唬那帮赌鬼呢？哎呀，唐三老哥，别急了，干咱们这行的，九赌必输，哪有长久的富贵啊？今天手里赚一大把吧，是我的，明天指不定就是你的了。要不然一股马炮性格能欠你那几个大洋不还吗？现在呀，不瞒你说，就剩下这四堵墙和一个没塌的过道了。哎，老哥，您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不瞒你说，我们想去温泉山，啊，想从这儿啊，趟出一条近道来。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熟悉这一带的猎户，啊，帮我们指个路，带个路什么的。大洋少不了你的，啊。嗯，你们为什么不走大道啊？大道不是有鬼子吗？唐导，这位兄弟啊，你呢，只管给我们找人。就像刚才常德说的，大洋少不了你的。嗯，对了，这个村里啊，真是有一个能带路的猎人。好，我这就给你找人，这就是。我也跟去了。不，他们俩人多嘴杂，说话不方便。我这上门就这几个耗子，你等吧，走吧，我送你去。好。这家，哎呀，这日子过的啊，这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独立营的消息，我看你还是稍微歇会儿吧。不，这些狡猾的魔鬼，我闻得到，他们就在附近。快！怎么回事？报告，抓住一个满洲人。满洲人？太君，我是来领赏的。天嫂。嗯？我们发过宣传令吗？没有啊，哎，领什么赏？你把话说清楚了，要是有半句谎话，小心你的脑袋。太君，太君，我说的是真的，我手里有一大把太君正需要的人呢。什么人？他们有一个老毛子，还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什么神父，他们正赶往温泉山，他们不熟悉路。托我找一个熟悉山路的向导，我一看，这正是向太君领赏的好机会啊！你说的可是真的？是真的，太君绝对不敢撒谎。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正在我的家里。好，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会重重的有赏；但是你要是说假话，我会杀了你。太君，我绝对不敢撒谎。
我是良民，主要为了领赏啊。全体集合。保卫，满洲人，你带路。是是是，走是走吧。走。太君，您需要的人就在里面。里面没有人，到底怎么回事？太君，太君，我真的没骗你，他们真的在里面。太君，太君，饶我这次吧，我骗你，天打五雷轰啊，五雷轰！太君，快管他，快管他了！求求你，求求你，看在咱们中国人的份上，我看你是他妈活腻歪。敢欺骗大日本皇军！没有啊，该我一次机会。去你妈的！太君，全体撤回关卡。卡车被偷了，把那吉普车开过来。嘿，天亮了，独立营不回来了。是的，司令官，您也该休息一下了。好，休息一下。
怎么回事？司令，司令，司令，江雪岩的主力。枪打的跟炒豆子似的，哎呀妈！我只能送粮茶了，再往前这牲口都该惊了。这前面的路啊，你们就自个儿走吧。对不住啊，对不住。哎，用不了这么多，你看也没给你送到地儿，多多了多了，拿着吧，路上找个酒馆暖和暖和啊。哎，谢谢谢。谢谢。哎，小伙子，可当心啊，这子弹可不长眼睛啊！给我领人撤了。哦，这我这点子呀，是铁了心要砸开古佛寺的地宫宝藏啊，连炮都用上了。营长，咱子弹不多了，回虎头岭。好，走走。哎，瞎打什么呀你？鬼子来了，这不是打。谁打枪？不会吧！黑风里边人没想起来。啊！上来！走走。
站上清理完毕之后，马上进入各自战斗位置。开始吧。是是是。报告，鬼子的第一辆卡车过来了。预备。天煞 OK， 九幺不息子，司令部の命令、通せ。万岁！你咋把程也放走了呢？真正的目标不在这个车上。你又没有上车看，你开天眼了，你咋知道呢？哎，我问你话呢。哎，凤儿，干啥呀？他啥意思啊？我这不是怕把玉佛给放走了吗？让大家白忙活。哎呀，这几场仗打下来啊，我觉得江营长心里有数，咱听他的没错。咋的？你爱上他了？净帮他说话。啥？我就爱上他了？这叫日久见人心。张无才，我以前没见你服谁啊，除了我大哥。现在我看你挺服他的嘛。谁对我就服谁。那你服我吧。服，一直都服。阿库，进来。车道具，情况怎么样？奉您的命令，四辆车拉开间隙，逐辆通过。刚刚接到的回报，第一辆车已经进入新京控制的安全区，第二辆也快。看来我们这个万全之策还真正可以保证万全呐。司令，我们这一次可以保证玉佛安全的送达。司令的计划真的是绝妙啊！听着，过去两辆车了，大伙儿别松劲儿。烦死了！哎，起来，还没走远呢。那车咋还不来呢？
的，急死我了，都快。冷静。第二辆车也安全到达。嗯，在我们的迷魂阵面前，再厉害的敌人也要晕头转向了。司令的计策真是英明啊，属下佩服。司令，等后面两辆车也安全到达新京控制的安全区，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嗯，应该如此了。小时，玉佛就安全抵达新京了。张国才呢？刚才跑了个鬼子，国才追他去了。找。
的重啊，你得撑着点。行了，柱子，我这揣在身上。打劫了我们的车，什么？他们打劫了第三辆车。